大家好，我是 West Walker， 又到了玩玩具的时候啦。今天要分享的是 Marvel Legends 的全新刀锋战士人偶。距离上次孩之宝推出刀锋战士已经大概过了六年，对于这个虽然不是超级 A 咖，却至少有一定受欢迎程度的角色来说，这六年来都没有更新，实在是让人不解。漫画中明明就还有好多造型可以推出，上一版的刀锋整体造型都还不错，只是它的可动性非常的悲剧，臀部的设计也让人偶站不太直，所以我只好用最下侧的方式帮他做一些手术，但这也只解决了站不直的问题。其他高难度的武打动作，这个刀锋战士可说是完全办不到。终于，也许是随着近期有新漫画推出，还有在漫威电玩《午夜之子》中登场，虽然迪士尼的电影版还是难产，刀锋战士的曝光度还是有渐渐变高的迹象，所以现在让我们终于可以拿到孩之宝全新升级的刀锋战士人偶。虽然非常可惜，孩之宝过了六年之后，还是没有完全为刀锋战士特别开一个新模，看起来除了头雕、外套、回旋飞镖跟木桩之外，他的身体全部都是从过去的 Marvel Legends 人偶东拼西凑的，上半身是沿用上一版的刀锋，双手看起来是双人包的判官，只是肤色改成黑人，下半身则是老人鹰眼，只不过刀锋战士的鞋底有写上2023年，但他明明跟鹰眼的这个鞋子是一样的，非常奇怪。那他这把刀则是沿用了之前的手和会忍者角色，所以这个看似全面升级却还是东拼西凑的刀锋战士人偶，到底表现如何呢？就来看看我的开箱影片吧。影片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我平常都是分享电影跟影集的观后感，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右上角连结收看哦。目前我有开启频道会员的功能，如果影片看到最后喜欢我的分享的话，也可以加入会员哦。那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孩之宝在这一波人偶之中又把包装变回这个有塑胶窗口的这个包装，左边有刀锋战士的图案，右边也是，边面只是有一张完整的刀锋战士图案。那这边可以看到这个美术图跟实际的人偶长得根本完全不一样，这什么意思？接下来就来仔细看一下刀锋战士的细节吧。他的头部细节很赞，上一版的刀锋虽然给了我们两个头雕，却没有张嘴的愤怒表情，这是终于满足了我们。这个表情的雕刻也十分传神，涂装的水准也非常高，我的看起来没有什么重大瑕疵。墨镜的部分，镜框跟镜片有用不同的涂料区分开来，我很喜欢它嘴巴里面的立体感。拔下来之后可以看到，舌头是分开组装的塑胶。那虽然还是希望可以给我们第二个正常表情的头雕，但好险我还有上一版的刀锋战士头雕可以挡一下。身体的部分就是沿用上一版的刀锋，如果他们能够给他一个新的蝴蝶关节身体，再给他穿一件战术背心的话，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我没有双人包的判官，所以我不知道这两只手臂会出现这种无法自然下垂的问题，但我想这个人偶只有给我们一个愤怒的头雕，那他的双手大概是为了让这个刀锋永远处于在一个动态动作的姿势，如果你只是把他站得直直的，有时候的确看起来会很尴尬。我也希望这个刀鞘是可以拆下来的，如果是摆在背部中间的话应该会更好。到现在大家应该也可以发现，这个刀锋的涂装其实很少，但也因为这样，孩之宝才能把成本分配到接下来要介绍的超多配件。除了一对拳头手型之外，还有一对握着武器的手型。虽然刀锋战士擅长使用冷兵器，但我这个卫斯理·史奈普电影真人版的影迷还是会想让刀锋拿几把枪，所以我就把他的食指切开了。他的刀，这个该叫做刀还是剑？其实我分不太清楚，这边就先叫他刀吧。整把都是这个带有金属质感的塑胶，这边再上一些红色，它可以完美的放入刀鞘里面。再来是它有一对木桩，可以握得蛮紧的，
最后是一对招牌武器回旋飞镖。这边想想，如果孩之宝可以少给我们一个木桩跟回旋飞镖，把成本移到第二颗头雕上面，我们可能就可以有一个升级版的正常表情头雕了。不过我这边还是有几个解决方法，如果你有上一版的刀锋，就可以无痛直上。肤色的话有点不同，但其实看不太出来。两颗都可以装得上去。那你也可以装上 Blue Marvel 的头雕。但你可能会需要一副墨镜，我这边用的是 Mexico 刀锋的墨镜。原本我也想试看看这个战争机器的头雕，但实在是太大了。头的部分可以360度的旋转，但好像后面会被这个领子卡到。左边、右边可以摆动，抬头的话可以看到这边。低头到这边，手臂举起来的话有点卡，好紧哦。超紧的，目前我只能抬到这个程度。那二头肌的部分可以做旋转，手臂也可以正常的摆动。那有孔的双关节，手腕可以做旋转，前后摆动。很可惜它只是水平，不是垂直的。那身体的话，往前到这边，往后的话就受到他大意的限制，只能到这边。我尽力了。那腰部可以做旋转，他的脚的话往前踢可以到这个程度，往后的话稍微还是被大意限制住，但是可以到这边。踢腿的话可以到这边，这样做个飞踢的动作。那大腿是可以做旋转的，膝盖的话是无孔的双关节，靴子可以做旋转，脚的话往下往上，然后可以做旋转。那我把他的大衣脱掉看一下他真正这个人偶的本身的可动性可以到什么程度，因为他袖子太多这个皱褶的关系非常难脱。
OK， 好，脱下来好像也还不错哎，不错哦。给他另外再穿一件布衣的话，应该也蛮适合的。那我这边给他带上上一版刀锋的这个武器。哇哦 ，OK， 不错哦。那它背部这一版的有做一个孔洞，身体虽然跟上一版刀锋是一样，但它却更新了这个孔洞，不确定是什么原因。那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件制裁者的外套，看一下穿上去适不适合。这个外套就比较是软塑胶，所以就比较好穿一点，好像还可以哦。虽然是短版的这个大衣，但看起来还是蛮帅的啊，不错，有种不同的风格。而且这样这个软版的塑胶好像可以让它的可动性再增高一点，不会受到它原本大衣的这个限制。还不错。只是可能他的刀就只能用手拿的。哇，呵呵，超帅！接下来就纯属好玩，跟其他人偶摆在一起做尺寸的比较。首先是孩之宝上一版刀锋战士跟老人鹰眼，这个鹰眼是不是可以把它当成刀锋的恩师惠斯勒一起玩呢？再来是 Mezco 的刀锋跟 Marvel Select 的刀锋。价位比较高的 Mezco 版本当然整体水准也比较高，但我个人是更喜欢全身都是塑胶材质设计的人偶，这样我才能好好欣赏设计师在制作人偶各方面可动性的巧思。如果人偶全身都被包起来，就真的好像是在玩洋娃娃的感觉。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我还是非常喜欢 Mezco 所推出的人偶。至于这个 Marvel Select 的刀锋17寸的人偶，就比较不能放在一起把玩，可动性也不是他的强项，就只能帅帅的摆在柜子上了。再来看到夜魔侠还有制裁者，接下来是特种部队的 Outback 跟 Rock and Roll， 再来是终极美国队长跟 Renew Your Vows 蜘蛛人，最后是 Jedi Toys 快打旋风的龙跟 SH Figures 的80光年。整体来说，这个刀锋战士绝对是一个值得这么多年等待的人偶，全面升级的可动性超越了上一版一大截，提升了人偶的可玩性。只是很可惜没有完全量身打造，东拼西凑的塑体还是不够有诚意。只希望迪士尼快点正式开拍真人电影版，这样我们才会有真正全新塑体的刀锋战士人偶。最后，我给刀锋战士4颗星，谢谢各位的收看。除了玩具人偶的分享之外，我也有分享很多影视作品的观后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击连结收看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按赞；热爱我的影片的话，请按订阅。也别忘记可以加入频道的会员，这样未来我可能才会有更多玩具的分享。最后，你也可以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看到更多我拍摄人偶的照片。但如果你以上全部都不想做的话，也没有关系。还是非常感谢你看完这支影片，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